在中國人的冬至之前呢，這個中俄的軍演就開始了，就一路呢軍演到呢聖誕節之後啊。但我覺得今次軍演已經是近來呢連續十年來都有軍演的，但是今次軍演特別的地方呢，我覺得要留意一下它軍演的位置，它是歷來最接近台灣的。沒錯，這次軍演呢從外界去解讀有兩個特別的背景，第一個當然是俄烏戰爭啦，就中俄軍演證明在中國軍事上呢基本上呢和俄羅斯的關係仍然是保持。而呢另一個就是海峽的危機，將這個每年一度的正常的軍演有時候例行公事，但在目前的海峽關係來說呢特別講到呢今次軍演呢是十年來最靠近台灣的一次了，所以呢很明顯呢今次西方的解讀呢是有這兩個潛在的意義在這裡的。是啦，那挺有趣的，美國駐這個北約的大使呢 就宣稱呢今次中俄是共享一個的工具包來到瓦解北約，那是不是這麼嚴重呢？那不是的，我自己覺得就是相對的啫。但是駐在十年以來，其實由2012年開始呢中俄是有軍演，但是今次呢我看他那個出動那個武器和那個陣容呢都挺犀利，就是中俄現役的主戰艦隊和相關的裝備，有一些的演練的科目還牽涉到反潛、防空，這些是比較敏感的數據，就算是幾老友有時候有些敏感數據都不宜公開，但是從軍事演習上面你可以略窺一二。這個證明什麼呢？這個證明是中俄之間呢話喂，我哋有一個戰略互信，同埋彼此有一個透明度喺度嚇。隨住演習咧，係進一步深化同埋增強。嗱，呢個就無疑咧，亦都有一個好強嘅震攝力喺度啦。咁當然《環球時報》解説話咧，係作為雙輪兩個聯合國嘅常任理事國，咁中俄之間建立呢個建設性嘅軍事互動，咁對維護地區和平同具穩定積極意義咧，喂呢點？不應該因為有俄烏戰爭爆發呢而改變，而中國在俄烏戰爭這個衝突上立場呢也都不會因為中俄軍事互動呢而改變的。環球時報的社評就說中俄是結伴不結盟的嘛，我們是沒有針對第三方，不過這樣軍演肯定是有一定的威脅作用的，如果你覺得呢是威脅到你呢，那這個就沒問題的，因為呢如果你台獨分子願意對號入座都沒問題的，因為呢這樣都是我們的目的之一。那這都是講到明白了，就是我們理直氣壯的，我們每年都軍演。當然有一個特別的背景，另一方面都感到你比西方你咪又不停去軍演，幾頻密噶，咁啊仲密過中俄軍演咧。咁呢個咧都睇見而家大家咧嗰個互相嘅結盟、軍事嘅結盟、互相嘅show call呢個陣攝，大家show下嚟話我呢個就有呢個拍檔，呢個就我老友等等啦。咁呢個真係睇見咧，國際形勢就是如此。當然另一方面咧在軍事以外的經貿談判啊，那些彼此的接觸呢仍然又繼續進行。是啦，那就他亦都提到呢，就是軍演本身是這兩年是針對美國和他的盟友亞太地區。我印象中現在好像還在那裡，就是在英國、加拿大和澳洲咧，係參與美國呢喺太平洋嗰個軍演嘅。咁當然其實中國最掉以即不能掉輕心，就係特別喺日本方面咧，係提升佢哋嗰個嘅戰鬥能力。咁呢個咧，反而喺個好強嘅地緣政治，都係直接威脅到中國。譬如我上個禮拜都講過啦，日本即如果按照佢嘅計劃，即佢哋嘅導彈可以好多係打到去北京嘅。咁呢個亦都係咧，互相就去收破你去震攝啦。好啦，又講翻咧台灣啊，台灣好特別，即你任何嘢都楞上呢個選舉有關。咁啊，台灣個疫情政治咧，其實係
相當是普遍性的，最近又為了這個疫苗問題就發生一場政治的口水戰。是的，那這場政治口水戰呢就搬了郭台銘出來。那郭台銘不是無辜辜被人搬出來的，郭台銘真是劍指什麼呢？劍，我覺得他呢、進可攻退可守，劍指呢2024年呢台灣那個大位、啊、究竟呢他是不是有意染指這個總統之位呢？起碼咧，佢而家咧已經咧就戰狼上身啦！啊，今次戰狼咧，即係嗱，我相信係唔係佢自己諗唔緊要，佢文膽幫佢諗咗出嚟，佢用先緊要啊嘛！佢今次咧攞《三國演義》嘅十六字真箴言。點解出呢次啊？大家都搬埋呢、這個《三國演義》出嚟咧？嗱，事關咧，台灣嘅疫情咧就仍然嚴峻嘅啊！咁啊，台灣疫苗咧係好依賴外邊嘅供應，但最初。陳時中點解係令到台灣民眾失望呢？即係當時咧就台灣嘅衛生部門咧，似乎咧就冇積極去考慮咧啊，譬如郭台銘啊等等嘅建議咧，要引入好多西方最先進嘅疫苗啊，佢哋又呢個政府搞嗱，你哋民間唔好搞，就唔想你攞到個光環。咁啊，郭台銘咧就話咧唔係，而家疫情咧去到啊香港打緊呢個二價疫苗啦，佢話我有辦法去引進呢個復必泰嘅二價疫苗啊。咁咧，佢特別咧，亦都講到話，我屋企有老人家喎，老人家要打嘅喎。但佢此舉咧，咁啊，當然衛福部門你覺得你郭台銘何許人也？你啊，咁啊，諷刺佢。你咪做咗伏必泰嘅推銷員啦？係啦，嗱，其實咧佢唔係第一次噶啦。郭台銘咧，其實咧過去咧都曾經咧就自己咧就走去運啲伏必泰疫苗嚟嘅。但係伏必泰疫苗咧，因為經過上海係咪上海？好似總之係國內嘅一個嘅機構嚇，就變成亞太區咧嗰個嘅藥品嗰個生產同埋咧就代理。郭台銘咁樣做，對民進黨嚟到講咧，你即係話咧增加翻你國民黨嘅本錢嚇。咁但咧，郭台銘今次咧拋出啲十六字嘅箴言咧，係呢嗱，我先講講啲十六字嘅箴言係乜嘢？廟堂之上，柳木為官；殿街之間，禽獸食鹿。嗱，都幾重啊！嗰、那個語氣嚇。啊，咁呢句咧，真係一隻古就鳳金啊！呢、這個嚟自《三國演義》咧，武鄉侯就罵死黃朗啊！呢、這個咧就出言咧，真係咧，好好緊要啦。咁啦，其實呢句説話即係講到喺而家喺朝廷當中咧，好多就狼心狗行之辈啊，即系柳木为官呢啲废咗个木你要做官。咁啊，睇个朝廷嚟讲咧，全部系啲禽兽食禄、奴颜婢膝之徒咧，就纷纷贬正啊，社稷咧就为祸嗱。咁呢个咧真系咧对蔡政府啊，甚至。政府的高層呢個好大好大的諷刺啊！嗱，佢直接咧就直指咧就蔡英文政府咧喺防疫上邊咧就失靈啊！上萬個新靈咧係受到同態，咁啊同香港差唔多啦。香港都埋，琴日香港死得人多啊！琴日香港咧係被指相關喺染疫死亡咧係50人噶，咁都係萬幾人噶啦。香港啦，台灣都係嚇，咁咧就嗱呢個情況咧係。郭台銘即係《三國演義》，就係當今時勢，就好似當時咁樣樣，就係執政者係冇體恤到民間嘅痛苦啊！但係執政長仍然係高官厚祿啊！咁呢個咧，當然啊，呢篇嘅主筆失嘅重磅快評咧，亦都咧，即係講到蔡政府，你好似東漢末年個朝廷一樣咁，當然咧就話咧，話應該改朝換代啦咁啊！但係問題咧嗱，郭台銘。成為主角，因為佢有咁嘅政治能量，即係郭董咧嗱，當然係台灣嘅首富之一啦，鴻海集團啦，你睇咧，哇！呢個富士康啊，咁喺內地咧講幾十萬嘅工人啊，過百萬工人，咁佢有個政治嘅魅力，同埋咧佢嗰個國際聯繫好好，所以你有時你蔡政府都揾唔到疫苗咧，我郭台銘揾到嗱，蔡政府點會俾你攞一個光環咧？蔡政府點會揾唔到啊？專登唔揾嘅啫嚇，咁咧就嗱。我哋過去嗰呢個禮拜咧，我哋都間唔中咧係選咗兩篇咧，關於《自由時報》咧檢討民進黨自己本身裏邊嘅情形。好啦，
聯合報咧，梗係對住你嚟打啦。今次咧，主筆室呢一篇文章咧，嚇就話啦，民進黨敗選檢討，但係至今只聞樓梯響，人民只係見到天皇天后嘅權力分配，就睇唔見咧改革嘅決心喎。啊，呢點都係咧，直擊到咧就民進黨嘅死穴。就算你自由時報都覺得咧。敗選之後，除了蔡英文請罪下台啦，即係黨主席，咁啊亦都迫於無奈咧，阿賴神去上位。咁但係咧，無可否認，台灣民眾都知道咧，即係民進黨嘅高層嗰啲派系就爭得好緊要啦。主要就係咧，除了蔡英文有個咁嘅動作之外咧，你全部睇唔到民進黨政府有任何嘅改革啊！特別咧，聯合報就最憎阿蘇貞昌嘅，你仍然坐住啲行政院長個位啊，你乜都唔做啊，咁好似同你无关咁嗱，咁因此都借住今次借郭台铭就借《三国演义》去闹呢个卫福局长，联合报就借郭台铭之口，亦都直指呢个民进党嘅高层噶啦。系啦，咁咧就呢篇文章咧喺最后咧就讲到啦，喂，你蔡政府今年嗰个预估嘅税收系超征咗4500亿嘅台币吓，喂，你当初话还税于民噶嘛？我仲记得香港以前都还富于民噶，而家真系还富于呢个关爱队吓，咁咧就佢话喂点？點解你而家你唔攞翻啲錢出嚟？你十年嘅政綱係主張財富嗰重新分配喎，嚇！即係你而家咧就全部咧就冇做過，正好正而家你已經係十年政綱，今年咧係正好十年啦。係唔係你蔡英文政府離自己嘅理想越嚟越遠咧？蔡英文政府民進黨即係佢從呢個基層即係打好個根基。當年嚟講係一個好代表基層嘅台灣民眾嗰個嘅訴求，同埋一種俾國民黨黑金政治壓迫底下咧，即係嗰種嘅不滿。但似乎你居於廟堂之上咧，你似乎亦都同樣犯咗國民黨當年嗰個錯誤。即係難道人喺權力同埋金錢當中會腐化咧？當我睇呢篇文章嘅時候咧，即係睇見嚇廟堂之上柳木為官，殿街之間就禽獸食肉咧，嚇、發覺都有好強嘅感觸。系啊，今夕何夕啊？即系禽兽食肉，有阵时真系嘅，有阵时啲听众打电话嚟都话几十万人工一个月。完全都冇體恤到咧，即係普羅大眾咧，而家喺個疫情裏邊受苦，啲錢咧係咁抌咗出去。啊，呢個就係一個政府嗰個理財。啊，你點樣去善用？即係你錢係邊個咧？錢就是香港人啊！你大財團有好多税啦，嗱小市民，特別啲小中產階級最淒涼，嗰啲冇咩人關愛嘅。啊！嗰啲都冇咩好嘅福利，但系咧年年咧就納税啊，所以咧，我而家都係開始好多銀行問你啊，使唔使啊梁生，使唔使借錢啊咁樣啊？其實好多人咧都要借錢去交税，但係有時諗下，即係交税俾政府，我即係一分毫賺來不易。政府嘅高官、政府都有計劃，即係佢倒水咁倒啲錢出去，又冇咩嘅財政嘅紀律，慢慢咧都冇曬紀律啦，而家都嚇。係啊，琴日即係財委會出資就開多一次會，咁啊嗰啲議員咧就牙痛咁聲，我要改機票、改酒店嚇、都開呢次會啊，咁樣咧就財委會嗰個就唔係啱嘅，開呢次會計啦，外邊已經有批評嘅。輿論批評啊嘛，不過咁，琴日四億幾咁咪通過咯。我諗有啲人心裏邊可能諗開乜鬼嘢啊，都係會過噶啦。唉，真係本來諗住議員嚟監察政府，特別監察政府嗰個理財嗰啲嘅開支。咁啊，誰來監察我哋啲議員咧？啊，即係以前仲有啲組織可以監察議員。如果你做啲乜嘢，而家你覺得咧？你可能又違反什麼什麼嘅咯。今日咧，我揀咗個新聞咧，就關於咧，我哋將會又有一次嘅補選啦，嚇咁咧，使咧會使多2000万咁，無端端使多2000万，咁但係評論員就講啦，嚇佢話冇人關心嘅，使咗2000万。又都冇人關心啊，因為冇人關心呢個議會，冇人關心你議會裏邊嘅議員。
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年费1000蚊，请即订购支持。